王老师不知道自下您这位同行有没有在您那儿嚼舌根说我们不是，他是说他参加了一个美食节目，嗯，非常非常好吃，哦，但是你这一次也没给我带回去啊。不是，咱不往回带，咱不给您带来了吗？那得吃肉。这不我自个儿来的吗？我实在馋的不行了，我也太没起子了。我在家看你们节目流哈喇子呀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就赶紧来你们节目，我也尝尝。各位玩家，跟大家来说说你们各自的身份。大师兄往前迈一步，看我成熟稳重。确实，好成熟，好稳重。就是大师兄了。是。我就是二师兄，我呢出身寒门，我最大的特点就是吃苦耐劳，我特别的用功，我用功到什么程度，我师父都跪地求我，徒儿不要再练了，你再练我就受不了了。我说不，师父我要练下去。这么长的台词，我要，这是自己编的，自己编的，我要练下去，我要超过所有的徒弟，我要当最好的徒弟。师傅说：“徒儿，你不要再练了，可以了。师傅求求你了。”我说：“不，师傅，我一定要练下去。”这师傅，这都是心里话啊，都是心里话。在这里，我肯定能赢。我就是二师姐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这二怎么还能有俩呀？应该是小师妹。你听二师哥的。但是资历上我是二师姐，师傅。最疼爱的就是我。起脚了，哎，看这，哎呦，挺颠啊这马。哇，它的红绿灯都是花儿，哎，呵，都不是小人儿。哎呦，真棒！因为洛阳的市花牡丹。哎呦嚯！我这大家请随我来这边。走吗，大师兄？大锅。别客气，哎呦喂，到家一样啊！中午就吃这个，中午就吃这个。这为什么突然嗨翻啊？认识啊？啊，认识，大姐。哦，平时师傅就教我说，一个好厨子颠锅最重要。我颠锅已经颠了50几年了，是吧？哎！哇！我们第二组开始。二三翻，一什么？他已经输了，因为他的饼放在锅边了。不好意思，遥遥领先。请三位来进行比拼，三位中有一位成为被逐出师门的人选。一二三翻，一二，好，两位稍微等一下。哎，你一下都不行啊！又是你。咱俩事儿压力就少点了，是吧？对啊，一二三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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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是两圈啊。尝一下这个牡丹炖饭。哦，胡椒，还有胡椒。可是它的刀工真的。口感真的很像燕窝，是还蛮特别的。哇哦，好吃，好吃，而且真的很像燕窝，除了它有一点点脆，它不像燕窝那么粘稠。好吃，它有一点点小小的芥末的味道，一点点。很好吃哦，这个，这个是芥末的沙拉，那个蔬菜是荆芥，里面用的沙拉酱。肯定饿就找我，真不错。哎，尝一下那个牡丹呗。不想破坏它的美，那你不如霸占它的美。苦瓜吗？苦瓜吗？苹果，
哦，苹果配百香啊？不是，苦瓜。真的假的是苦瓜？苦瓜，不然它没有道理要配百香啊。你看他说，那就是要去那个苦。哦，胡椒、哦，芥末的沙拉。一点不苦，我觉得这个是你真能吃苦，好孩子，真的不苦，尝一尝，好小孩。它的苦是慢慢这样，慢慢上来。吃第一口是甜的，对，第一口是甜的。我觉得那个刺儿大的是，跟我想一样。嗯，这个是假的，它外面包了一层东西，它里面是有内馅的。就咱们就赌五个痛快值，好不好？可以。你呢？我不猜。你猜吧。你猜嘛。不要不合群，跟我站一边。行，好。啊！五个痛快值。完了，我们输了。想把钱拿出来，你直接别放桌上，直接给。啊，这个是假的。我拿走了。真是，你吃顿饭还。我拿五块。哎哎，好好，赚个五，赚了五。我也赚五块。我尝尝这假的啊，看看怎么样。它有一点像一个咸味的果冻。对，然后用肉汤，猜的八九不离十，我觉得。你可以喝这个汤，它里面是西红柿，跟应该是还有冬瓜。哇，好香啊，这个味道，酸酸咸咸辣辣的，哇，好开胃啊，这个。它的酸就是刚刚好。我发现他们这种带汤的菜味道真的很浓，一般是炒菜的那种咸淡的那种，因为他们这儿没有炒菜，过去那个、啊、全都是汤菜，过去唐朝的时候，唐朝的时候就没有炒锅，你知道吗？北方吃到这样的菜，感觉进了胃里面暖暖的，全都是汤菜，满足。两碗汤下去饱了，我的这个汉服已经开始勒我的胃了。汉服有汗了。这个牡丹花走了啊，走了，这么快吗？先到先得。牡丹花，哪有什么牡丹花？这是仓库。你的是牡丹花吗？你的不是牡丹花。我也不知道。你的不是牡丹花，反正不管，先击个掌嘛。一米饭，走。走。是。哦，那我先上去了，我再吃会儿。我觉得老肖肯定不是，因为我觉得老肖说话的声音一直是闷的，他的手一直没拿下来。孟佳他一直上来就开始干扰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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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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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说，孟佳可疑性极大。如果他要是百姓吧，不可能上来去干扰对方，对吧？你干扰大家，你是遮掩谁呢？你是为谁助力呢？所以说，弟弟要推出去。第二个就是孟佳。嗯。哎，肖老师您来。弟弟太弱了，他从那里跑过来给我。我走了。跑回去的时候，他讲话声音在那里，他还没坐下呢。是吗？啊。不要怀疑一个做音乐人的耳朵，他肯定很准。不是，我已经自爆了，我没有怀疑，我没有任何怀疑。然后酒廊很可疑啊。一般如果他是食客的话，他吃东西他这么笨吗？放自己这里，肯定是这个人吃的。放完他牺牲一个就保他自己嘛，他就获胜了，对吧？知道，这两个有鬼。郑老师，您来。我怀疑大师兄，因为当时那个我听见一个很大的冰红茶的声音。我天哪，就是在这边传出来的。但也不排除，但是我听到的是这边，然后我还怀疑九郎哥，他刚刚说话的时候，感觉嘴里好像是有东西。
嘉哥阐述一下。我觉得弟弟不用讲了，就满票通过。但是孟哥真的很值得怀疑，干嘛一下来就要拉我下水呢？哎，反彩啊！我讲话是因为我要游戏好玩一点，如果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没有人说话的话，这个游戏无法继续执行。你为什么会那么快反应？第一个站起来就看筷子，因为这是一个经验问题，好吗？不是，这是生活当中的经验，妹妹，你再活岁数大一点，你也会用手，不应该用手去抓来吃吗？因为肯定会动身啊。不是，那你第一反应？没事，我第一，我猜的跟你们都没关系，就杨九郎。我只是要反驳一下，刚刚你说了我那么多。啊，谁？我首先来说，然后我就不说了，因为他确实有点这个怎么说呢？太明显。对，然后刚才就是孟老师说孟老师，我觉得孟老师还挺老实的，我觉得孟老师应该比较安全，不是孟老师。但是以我对孟老师的了解呢，确实是孟老师，你知道吧？你到底输了啥？我还投了孟老师一票，因为我这边听得很清楚的，就是这两位都挺安静的。你眼睛被遮住了，你不安静，你要干嘛？哎呀，你要听啊！是。其实比较难。你要这样的话，那我投我自个儿一票。你要不是你，为什么不替自己争取一下呢？我一直玩狼人杀，我从来不狡辩，人家觉得是你就是你，那你得去提供有价值的线索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对吧？那你提供了吗？你看，比如说，那我觉得孟老师就是肯定是好人，因为孟老师在我旁边，他最近我就没听见他有任何声音，其实所以他一直在说话，我这儿都他说话，但是他身上他没动啊。你刚才是这样的吧？我连眼罩戴都没戴，你就不我就是这样的，我不行，我不看，要需要检查，绝对不看。如果是这一点值得怀疑的话，因为我的假睫毛，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。我相信你的睫毛，相信我的假睫毛。我一直都相信他的，但是我真的不相信你。你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为了凭感觉吗？不，他就是为了这个游戏。那我们现在开始票，时刻 还有没有要？时刻有几个？两位，两位，哦，两个，两人。这个太贼了，一直都是他太贼了。对他动作很大，他动作超大，太脚师弟真的太安静了，就是像我这种捣乱的人，想要他讲句话都很难，真的很值得怀疑。我是一个处在怀疑其他人的，是帮好人获胜的一个方向。没事，能理解，比较腼腆。人家第一次见，腼腆是正常的。敖子怡现在，敖子怡现在帮他说啊。好了，转变了。你到底是不是百姓？我不说。你到底是不是百姓？我不说。来吧，怎么投？你这弟弟没发言呢。我起来说一句，大家把票都投给我。那我们就进行最后的指认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指认。子毅是全票。孙老师，你是四票。孙老师和敖老师俩人的票是最高啊。我现在公布答案。从你呢，开始，你先开。奥迪是，时刻。哎呦喂！哎，我是时刻，我猜对了。时刻，请睁眼。时刻，请吃一口侍女金盘快鲤鱼。猛家别动筷子了。打开汤师傅冰红茶，大喝一口。
你看，猜我吧。对不起你，对不起，那我错了。不，你应该争取。你要争取，你不能默认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默认是害了我们。恭喜我们的时刻阵营获胜，现在开始。谁会唱歌啊？这边是。哎呀，你会吃开了之后唱歌吗？不会唱歌，那不是我找的人。是有人唱歌。远处有。没有，那边没有了。我们唐代的时候，插手里呢，女子是右手在上，啊，然后左手呢，我最棒，把右手覆盖在左手上面。郎君您好，应该是姐姐，是吗？啊，是啊。来给我们高歌一首吧，我唱我们河南地方戏曲啊。可以。刘大哥讲话，哟呵，理太偏，谁说女子享清闲？男子打仗到边关，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略能。真帮人唱，真好，真好。要接受一个挑战啊！啊，我们九龙宝鼎的五种食材，你给我搭上。九龙宝鼎的五种食材，嗯。大家帮我回忆一下九龙宝鼎。我提个要求，就是我也帮您回忆回忆，但是我就一个要求，就一会儿您减半的时候您别点我名就行。你分我十个通快值，我告诉你。好，我可以。啊，大姐，羊肚菌、花椒，那个鲍鱼、鱼翅，然后还有一个海参。啊，海参。好，恭喜你答对了。谢谢。孟哥，复制孟哥的币，他有80个，复制卡已用。不得提点醒吗？给点赏钱呢。对呀，给啊。谢谢。哎。老板大气，老板恭喜发财，老板四季平安，老板恭喜恭喜恭喜，都让都让都让，让你说要不人能当上大师姐呢，就是有这能力啊。你俩，你看开始献殷勤了。没有，这是我们对大师姐的尊敬，把心里尊敬。好，这样吧，嗯，开心。一人分五块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老板升级了，谢谢小师弟加油。你有几个？一个都没有，空的。你这么惨啊？太惨了。是的，我说来吧，我给你啊。谢谢大师兄。你都这样了，来，给你一个。来，哎，来表示表示。游戏没玩成，他众筹成功了。众筹成功，一个人在游戏里因为惨，最后获得了胜利，你说。任务。这个轻松，这个是什么？去个摊位，大象鼻子转十圈，然后合力把一根麻花掰成两半，获得5分。好，走。哎 ，hello。啊 ，hello， 你好。Hello、来点麻花呗。来办任务的。找任务呀。哎，好，那咱呢，做大象鼻子转。好，没问题。转十圈。好，杨哥，如果是能把这我挑出来的麻花均匀的分开，我就送你们麻花，如何？来来来，请。一。二，六，这越转啊，这麻花越香。八，九，十，这根吧。请，诸位。好，大家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等会儿。三。等会儿。三二一。非常好。非常好，耶、yeah! 啊！恭喜各位，挑战成功啊！这是我们带过去，然后跟他说，啊，行，哦，谢谢。Let's go， 一人5分。
你好，你好，敖师弟，请孟师姐、敖师弟各击五分。哎，好，哎，耶，可以享用美食。哇，哎，这是咸的。嗯，这个是咸的，好香啊！非油炸，非煮炖，两头薄，煎食都要翻，这像什么呢？烫面饺是啥呀？面是烫的。它是油炸的吗？不是油炸的。它是煮炖的吗？它需要煎的吗？这是蒸的。是蒸的。凉粉是要翻滚的吗？对，要热炒的。是需要煎吗？不用煎。好难啊，这个。煎的吗？对呀。啊，我要一个。好的。嗯，时间已经结束。嗯，根据我们的积分排名，来给大家宣布一下我们本轮的结果。我们恭喜孟师兄，孟师兄获得第一名，发放60痛快值。什么？